谁家小孩天天哭？兄弟们，宝宝庄终于赚钱了，又重新燃起了希望。废话少说，直接看过程。这是一波总成本5500万的宝宝庄打造，综合为115级的九眼天珠和三眼天珠，平均灵力都在90以上。第一车8个九眼加2个三眼，全打二号位置项圈。谁能想到第一车的第一个就出货？虽然明法双加28，但是主属性40，还是能卖个300块左右的。不敢想第五个又出货，明法双加29，主属性也是40，这个能卖个500左右，因为它的出现今天直接回本，剩下的就是全赚。还有个41伤害，可惜高龄三眼包了个下限。第八个又出个加58伤害，这个也能轻松卖100多块，其余几个均为分解货。下面第二车，由于体力不够，只能先把九眼打完，可惜这波平平无奇。可以看出宝宝庄打造出货几率高的还得是九眼，这毕竟也是九眼贵的原因。